Hello， 今天要带各位来到那个非常有名的小七孔景区。那小七孔景区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离开贵阳了，而且呢，就是说这边景区里面的一些住户，就是说他们原本在这边的居民都是少数民族。那首先呢，就是最大的群体是叫做布依族，那最少的呢，就是叫瑶族。那其他呢，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苗族啊，或者是水族。那这些少数民族呢，就是从前居住在这边。那可是小七孔呢，就是说这个景区它最有名的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往下面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古桥。那有七个孔，对，就叫小七孔，那因此得名。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走吧。我们刚刚从那个楼梯这样走下来，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人潮非常的多？因为现在是11假期期间的出游，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那个桥上面呢全部都是人啊，这也是我很久没有体验的这种人群恐惧症，因为太久没有在11的时候来到这么多人的地方。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小七孔桥的一个就是走过去的感觉吧。有看到我刚才录给大家看的这个鱼吗？其实这个鱼呢，就让我想到了贵州最有名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酸汤鱼嘛，不知道酸汤鱼是不是下面这些鱼抓上来，然后弄一弄来吃的。那当然呢，我们也很庆幸，希望呢可以在这个贵州本地吃到这边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好吃的一些料理。那因为我们知道贵州嘛，就是云贵高原，所以呢现在大概是十月初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景区呢其实已经是没有这么热了，今天还是有一点凉爽的，所以呢就是整体上感觉是还不错。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吗？这里的地理环境实在是很美。我之前上网查，以为呢，就是我们整个这样看下来，就是这个河啊，或者是这个湖，非常的好看，就是那颜色。想不到呢，我来到现场，就是今天这个湖的颜色也不会因为就是天气非常的阴，然后呢就影响它的色泽。有看到吗？啊，是不是非常的有疗愈的感觉？而且呢，人非常的多。给各位来看一下，就是环顾一下四周。我们刚才离开了这个小七孔桥呢，等一下据说前方有一个也是很漂亮的瀑布，它叫做拉雅瀑布。那因为呢，因为我们去过了黄果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好好比较一下拉雅瀑布长的样子跟黄果树瀑布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呢。通常都是瀑布，那为什么呢它的名气不一样呢？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我们走了也不算许久，有听到那个前方那个的声音吗？对，我们就快要接近这个大瀑布了，带各位来瞧瞧看这个七孔，这个小七孔景区里面的一个拉雅瀑布。
我们所以感觉一直在下雨的样子，而且呢，瀑布声音非常的大。我个人是觉得呢，不管瀑布大还是小，只要能接近瀑布，那感觉都是非常的兴奋的。而且呢，据说这个瀑布呢，它的水山泉水非常的甘甜。如果有机会呢，我们来尝尝看好了。好，那我们接近瀑布吗？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非常好喝的天然矿泉水雪水，再喝一次给大家看。这个感觉呢，完全不输浓缩山泉。那我个人觉得呢，我十分的喜欢。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到这边小溪口喝一下这个山泉。我们刚才呢，体验了一下，就是喝一下这瀑布的泉水，然后喝起来觉得十分的甘甜，非常有浓缩山泉的感觉。那呢，我仿佛觉得呢，就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十分的很美好。那因为呢，喝起来感觉好像比黄果树瀑布还好。因为黄果树瀑布呢，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的水脏脏的，觉得有点恶心。它这边呢，非常的干净。你看我后面吗？想必大家呢，刚才呢已经跟随我，就是这个影片的浏览，知道就是说这个景区呢非常的漂亮。这边呢就是说它是位于就是贵州这个荔波县呢，大概是南边，大概开车三十公里左右的一个群山。然后呢，就是这边群山呢环绕非常的翠绿。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空气也非常的好，而且呢，刚才因为实验了一下，发现这边的水质也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说呢，这边是个5A 级的景区，对5A。那我个人也觉得十分满意，我给它5A， 没错，我们官方宣布呢，它就是5A 级景区。因为呢，我们觉得瀑布呢，游览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安全，而且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家庭，然后带小朋友来这边就是游玩。戏水，对，就非常棒。有看到我这后面很漂亮的那个就是风景吗？这边呢是叫做响水河，这个河的谷底。然后呢，这边呢据说是叫这个68级叠瀑布，是吗？叠水瀑布就是这样一叠一叠一叠这样下来，然后就很多很多层次，然后非常的漂亮。那其实呢，这种也很像是那个古代文人画，他们在寄情山水。游戏这个山水的时候呢，会画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像水墨画里面的瀑布，我觉得真是太像了。Yeah.
松啊。朋友好哦，今天实在是一整天下来觉得好累哦，整个那个小七孔区啊，我觉得最好看的大概就是前面的地方。那最后呢，这边也算是我们就是整个行程的今天的收尾。这边是哪里呢？就是最后一站靠近西门的地方，然后这边就看我后面这个漂亮的水潭吗？可能我没有办法给你看到全部，那先看我好了。那这个水潭呢，蛮漂亮的。然后呢，就是今天实在是我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记得关注、按赞、分享哦，拜拜。